世界上有多少人，他也不坏，但他就是生活没有方向，对吧？你把他给找到了，然后把他好好的可能性的一个循循善诱，你不是功德一件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什么救人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救人一条灵命，好，那就很重要了。所以这个看你要不要来把握了。其实这些东西，你说重不重要？用到时候就重要，没用到的时候还可以讲讲风凉话，对吧？用到时候就真重要。那既然重要，就早点存吧，早点好备用，哦。反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我们超级生命密码就是希望提供给所有的学员哦，一个安静的这种可以安静下来的心，是不是？可以安住于心，是不是？可以安然的去把今生要完成的志向给它完成，这比较重要，对吧？你说每天天马行空的在那边烦东又烦西的，在想想很多，有什么用？没用哦。你真的好、哦、看到自己的进度，好、哦、这个心很定的，好、哦、一步一步的往前进，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要的最后大概就这些东西。你说你找外面五光十色的，要的又能要到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很难说的，这还是牵扯到人各有志。有些人说没有，我就是喜欢那种那里面的这个人多，可以吧？那也是个人选择。对吧？至少我们没选那个，要不然我们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生的这条路啊，每个人也大概都走了一段时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超马学员平均年龄大概有40岁吧？你干嘛笑呢？是多了还是少了？多了。哦。我讲多了，那平均年龄多少？18？18啊、嗯，至少也活了18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这一段历程当中，你一定有酸甜苦辣，是不是？你曾经的经验，好、哦，事后再讲，可能就是一句话交代。但在过程中的难熬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的经验。所以既然曾经有过难熬的经验，你要想到人生的未来如果还有难熬的机会，我们是不是先把这难熬的契机点先给他，给至少先有把握吧，是不是？先让他哪边可以安抚就哪边安抚吧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有可能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呢？如果哪一天这种难熬的东西又来了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是不是？好、哦，那么超级生命密码是属于大家的、哦、因为这个世界能够因超级生命密码大家进步而世界改变，就是你我的福气。但是这个里面呢，需要大家去维护，